iPhone 14 Pro Max 收到，但这四个理由却让我选择不想要了。今天是 iPhone 14系列的首销日，我也收到了我在官网首发买到的 iPhone 14 Pro Max。不过纠结再三，我还是决定不留它了，理由如下。一、外形缺乏新意。苹果绝对是个注重设计传承的公司，基本上每代产品都能找到过往设计元素的影子。而自从2017年全面屏的 iPhone X 诞生之后， iPhone 一直坚持着玻璃面板加手术级不锈钢的组合，在设计上可变的元素越来越少，大多数都是在配色上做文章，比如今年的暗紫色难免会让人有些审美疲劳。二、新特性缺乏吸引力。今年的 iPhone 14 Pro 带来了不少新特性，但比如说性能相对上一代提升有限的 A16 仿生芯片，设计巧妙但实际意义还是给挖拱遮丑的灵动岛，普通模式四合一成像提升感知不明显的4800万像素新主摄，拍摄视频会从 4K 裁切到 2.8K 的运动模式，亮度进一步提升，但似乎非必要的显示屏对平时使用影响不大的车祸检测。看完这些特性，我觉得 iPhone 13 Pro Max 再战三年也未老矣。三、首发黄牛加价收。首发 iPhone 14 Pro 系列出给黄牛，直接就能赚上几百上千的，不香吗？在赚钱越来越难的今天，还要啥自行车呀？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还购买了一台 iPhone 14 Pro， 性能一致，尺寸更小，握着更舒服呀。以上四点就是我抛弃 iPhone 14 Pro Max 的原因。